要今天的第二杯。是啊，凯莉是最好的那个。嘉丽说今天要做，但昨天飞三次啊。我刚才为什么还是抖了？陈秋碧小姐本日第三杯，谢她鼓励我今天重新飞上来，但是呢，飞完是我的手指。不要怪我现在，不要怪我现在画面一直在摇晃，那是因为我刚刚飞完下来之后手一直在抖。他今天要完成的动作叫 Penny Roll。OK， 脚抬起来。Table， 坐。OK， 往后。等一下。我只能说，你实在是太棒了。有人说明天 Family Time 可以再来一次。下次，等一下，前踢、后踢、前踢、放手。呼呼呼耶！出兵回来。空中飞人小常识，台下的人尽量安静一点，因为在上面飞的人需要知道指挥的人的口令。重点是我们的秋冰。等一下，脚抬起来，坐上去。坐下来，坐上去。手抓高一点。你应该要多一点休息了。明天继续加油，很痛的，对不对？痛。而且已经累了。好啦，休息吧。你开始在酸的，对不对？加油！明天。这是什么肌肉？这边的肌肉。已经开始哦，对不对？加油！今天休息，明天继续。Family time 吗？然后茧开始长出来了，看一下，这就是飞行的痕迹啊，开始长了。好，但是我的手还在抖。右手长得更厉害，右手长得更厉害。秋冰小姐在准备的同时。
可以看到 Jeremy Lin 也准备他的第二次。各位观众，现在是九九没有练习的前台湾哦，西平 Jeremy Lin 完蛋了，他要把我打死，要什么 kill you？ 对。Go! And lift up the feet. Yeah. Up, up, fight. Very good. Knees, stay right there. Woo! Knees, right there. On the back. 又是一个一点都不生疏，精彩表演。Very good. Would you like to try the back flip? Yes, do it, please. Do it. Yes. Back flip. Okay. So wait for my call. And six, forward, backward, forward. Okay, no, we're gonna come down. Wait, please.One, two, three, let's go. Oh, woohoo! Woohoo! Come on! Woo! 好厉害！你是不是偷练啊 ？Jeremy, you're good. 你是不是偷练啊 ？You get much weight.感言，没话，赶快发表你的感言。Come on, say something to the audience. 对呀、啊。Where am I? OK. 现在 ，Jeremy Lin 他所要完成的是他的后空翻。各位观众，接下来 Jeremy Lin 他今天现在要表演的。后空翻，那我们训练赛看看他是否能成功呢？哇，这个好困啊 ！Go girl, Benjamin, Ian, ready, let's go！ 脚抬起来，坐上去。哇，非常的漂亮。等一下，脚抬起来。对，等一下，再一次。OK， 你第三次，用前踢后踢，前踢勾上去。等一下。前踢后踢，前踢勾上去。哇！终于成功了。OK， 那不得不再放手。对了。OK， 开始。先放下来。OK。我们做后空翻。然后空翻。前踢后踢，前踢放手。哦，成功。基本上，体重还是稍微有一点影响的。没事吗？耶、yeah! ！你看那平衡感多好啊！现在平地走路一样，了不起！耶、yeah! ！还在晕对不对？是还在晕？我在哪里啊？我现在。哔哔哔哔。OK， 脚抬起来，勾上去。可以了，Good job, Jeremy. 好，我们结束了。No, that's the good news. We can do the teenage class tomorrow morning.